被人追杀，却发现凶手是年轻的自己，顶级杀手与自己的克隆人进行战斗。本期力哥带来电影《双子杀手》。亨利正在擦拭着瞄准镜，他要完成上级指派的任务，机会只有一次，就是向飞驰的火车内射击目标。这种任务他已执行过多次了，老练地调整着瞄准镜，给枪上膛，静静地趴在距离火车两公里开外的山坡上，等待着火车驶来。为了保证手感，他特地用舌头湿润了一下手指，以便开枪的时候不会打滑。同伴马里诺正在飞驰的火车上向他通风报信，火车速度稳定，可以执行任务。此时一位坐在窗前的光头佬正全神贯注地在笔记本上敲打着什么，这个光头佬就是目标。隔壁座位的小女孩看到了，非常好奇地走过去，马里诺立刻叫停，以免伤及无辜。亨利迅速调整了角度，继续等待时机。小女孩被妈妈抱走了，同伴确认任务继续执行，随着一声枪响，任务完成。亨利与马里诺开始处理枪支，马里诺拿出在火车上拍的视频，光头佬一枪毙命，他称赞亨利的好枪法。因为前面四个人都失手了，只有亨利成功了，亨利叫马里诺删掉视频。亨利回到自己在佐治亚丛林里的家，烧掉了光头佬的照片，在家悠闲地坐着鸟屋。这时手机的监控警告响起，有访客到，原来是情报局联系人派特森。进屋后，派特森问亨利确定要退休吗，因为他们不愿意相信新人，更希望亨利他的经验继续工作。但是亨利表示，在射击光头佬的时候看到那个小女孩就在光头佬旁边，如果他射偏15厘米，小女孩就会丧命。他觉得这次只是自己运气好，他已经杀了72个人了，厌倦了杀戮，想过平静的生活。亨利在港口码头准备开快艇出海，不过在加油窗口发现之前的熟人已经不在，换成了一位女学生丹尼。丹尼表示今天的天气适合出海垂钓。突然亨利摘下帽子，打到了落在窗口边的一只蜜蜂，并小心翼翼地把蜜蜂踩死，因为亨利对蜜蜂过敏。亨利把船开到远海，与相约在此的老朋友杰克见面。在杰克的游艇上，亨利得知自己杀死的光头佬并不是国家情报局所说的生化恐怖分子，而是一位在美国工作生活30多年的分子生物学家多莫夫。杰克认为亨利正在卷入一个大麻烦，亨利想知道是谁告诉杰克的。杰克将消息人士的地址给了亨利，并嘱咐他要小心。与此同时，一架监听小飞机正在监听他们，背后正是国家情报局的主管珍妮特以及克雷。克雷希望珍妮特把亨利的事情处理好。亨利在船上发现了追踪器，立刻回码头质问丹尼，他是否是国情局的，是否是派特森派来监视他的。丹尼一再否认。亨利换了一种方式，他约丹尼下班后一起吃饭，并向他道歉。晚上亨利带了一束花到吃饭的餐厅送给丹尼，并直接拿出了丹尼在国情局的工作证复印件。丹尼彻底露馅，他也不再隐瞒，他是珍妮特派来监视亨利的。两人聊了很久，然而此时杰克却被人杀死并抛尸大海。晚上亨利在家中休息，突然手机警报响起，有人入侵，他感知到了危险，立即拿出家中的武器准备迎战，并向同伴马里诺打电话预警，让他赶紧离开监视岗位去安全的地方。马里诺不以为然，亨利正在劝说，马里诺那边却突然没了声，他已经被杀了。亨利躲过杀手小队前去找丹尼，两人一起乘船逃离到荒岛。亨利的战友大亨前来接他们，并安排他们住在自己家。克雷与珍妮特商量派出双子解决亨利。亨利一行人刚刚安顿没多久，亨利就察觉有狙击手已经追踪至此，他让大亨与丹尼找机会离开，自己则出去引开狙击手。在追逐中，亨利从瞄准镜中发现这个狙击手竟然非常像自己。丹尼和大亨在远处观察，也发现了这个杀手很像亨利。经过一番激烈的追逐打斗枪战之后，狙击手趁乱消失，只留下了一顶帽子。亨利心中疑窦丛丛，他要去布达佩斯找杰克所说的线人尤里，解开一切谜团。消失的狙击手原来是克雷派出的，叫做小克，他长得很像亨利。小克也觉得事情有些诡异，为什么亨利知道他的每一步刺杀计划？然而克雷却告诫他不要畏惧自己，超越自己。克雷派小克前往布达佩斯继续狙击亨利。丹尼在布达佩斯找到熟人，检测亨利和小克帽子上的 DNA 样本，发现两人的 DNA 一致，也就是说小克是亨利的克隆人。亨利与尤里见面，尤里告诉他早在克隆羊多利出生之前，克雷就找到了生物学家多莫夫，克隆了亨利的 DNA 并抚养小克长大，把小克培养成优秀的杀手。克雷想通过 DNA 的改造创造出无人性的杀手，多莫夫不同意，于是克雷通过合作方国情局派出亨利杀死多莫夫。亨利与丹尼大亨商量利用小克引出克雷。亨利联系珍妮特，要求由小克来接被他扣押的丹尼，
夜幕降临，丹尼和小克如约在城堡的庭院见面，小克则挟持了丹尼，将他锁在地下室，想要引出亨利，并在地下室的通道内设下炸弹陷阱。正当丹尼和小克正在对话时，炸弹响起，黑暗中小克和亨利打斗起来，亨利将小克制服并救出了丹尼。亨利告诉小克，他并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，25年前克雷取走了亨利的血，并创造出克隆人小克，因为克雷总觉得有一天亨利会老去，可以由小克来代替，但是小克不相信，依旧维护自己的父亲克雷。小克趁亨利不备从下水道逃走。小克回到佐治亚与克雷对峙，假意与克雷和解。亨利一行人继续追踪前往佐治亚，刚落地他就被小克用蜂毒射中，濒临死亡。继而小克又给了他解药，并从他身上取出追踪器，原来这就是亨利一行人的行踪一直被泄露的原因。亨利和小克二人终于联手，在佐治亚的大街上，亨利一行人与克雷的手下发生激烈交火，克雷还派出了新的改进克隆人与亨利及小克搏斗，最终被两人击败。小克想要杀死克雷，被亨利阻止，他不想小克变成克雷希望的样子，亨利亲手解决了克雷，一切归于平静。丹尼回到国情局工作，亨利退休，小克也有了新的身份，在大学里读书，三人在校园里有说有笑。纵横沙场终须还，英雄迟暮感黄金，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十年灯。电影《双子杀手》是个有关乎人性的故事，克隆技术作为科学在伦理方面始终存在争议，人类究竟是要自我进化，还是追求更高的科学技术来完成更完美的人？同情、善良等人性依旧是本片讨论的主要议题。那么今天就到这了，我是力哥，愿做灯盏照亮你心。